是很会烧饭烧菜的人，只是觉得大家有这个需求，我想我先做一个试点试试看，这样的话大家看到我这样，哦，原来可以这么轻松就帮到身边的人，可能会带动很多会做菜的姐姐啊妹妹们一起帮助身边的邻居，大家一起愉快地度过这个难关。